近日，超级大 IP 网剧《美人为馅》刚开播不久，就在网络上引起热议。高颜值阵容搭配和悬疑紧凑的剧情，让该剧关注度逐渐升高。而演员米热在该剧中饰演的角色将于下周出场，更是引发网友期待。米热在《美人为馅》中饰演神秘杀手谢露，一开始就隐藏身份潜伏在众人之中，这也是米热首次尝试冷酷杀手的角色类型。米热本人也曾在采访中表示过，饰演谢露对他来说是一种很大的挑战。剧中有很多狙击镜头，米热为了演好狙击场景，其实私下进行很多练习。此外，米热也曾表示过对《美人为馅》这部剧极大的期待，相信观众能在这部新剧中看到米热新的一面。不少粉丝在网络上大赞米露戏路宽，热热每一个角色都很不一样，都演得很棒。很多网友对米热这次角色上的新尝试十分感兴趣，并高度期待他下周的出场。